哎，大总编，我今天要连夜返回虎套啊！我把满仓留在这儿啊。对了，满仓，人家那个姓江的女记者一旦答应了，要审咱给审，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啊？行，你不在包头多留几天啊？哎呀，待不惯，不惯呐！别的不说啊。 我们是来为王昭魂申冤的，杨春燕，咱们相不相亲的？你这么做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过分的是你儿子，仗着他有这么个爹，撞死人就可以不了了之吗？徒弟，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种子呢？龟，快去把种子给我找来！别问别人了，要想知道咋回事儿，问他。春燕，不要这样了。王土地，我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已经背负了三条人命了。杨春燕，你不要信口胡言。我胡说。 问问王土地，我到底有没有胡说？这第一条命是我丈夫黄锦绣，第二条命是当年我肚子里还出生的孩子，这第三条命是我未来媳妇的娘，前年就背着我的儿子王种子撞到包头大街上。 你儿子呢？他怎么出来？他在躲什么？把他叫出来，让他站在他的台位前。我要看一看你王子的儿子是不是跟他一样冷血，跟他一样用情。够了！爹，王团土地，这么多，你不是一直都想见到？现在是你时候特别想见。 你不用每年给我送吃送喝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如果你真心想，真心想碎，今天就当着这个姑娘的面，你敢不敢承认人是你儿子王仲撞死的？如果你现在敢承认，至少我还觉得你有一点信心。 说不说话，是不是？对你说的恶人，除非你想说谎，除非你想掩饰真相，说啊！
春燕儿，你听见了吧？王土地他说了，我儿子没撞死人，你不要在这无理取闹。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上山凶手能够那么轻易就得到解脱，那这个事情也太没道理了。我再次提醒你，你们家背负三条人命，你要偿还，你要偿还。爹，您的声明都出来了，我念给你听啊。爹，您在声明中说的可都是真话。我念给你听啊。自有后道和光中王土地全权委托绥然日报总编辑文俊发表个人如下声明。先主要的念。爹，您在声明中承认了是种子撞死了那个老太太。这个地图大家都看了吧？这是一张后套的地图，红线标出来的是五条总干区，蓝线标出来的是27条支区。如此浩大的工程啊，从民国2年整整经历了17个年头，很难想象啊，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的。这个人是谁啊？王土地。现在这些水渠灌溉了20000顷地，每年收获10几万担粮食呀。我每天看着这个地图啊，我的心里羞耻，非常羞耻。现在是乱世，国家危难，而我呢，我作为垦务局的一个局长，我却没有任何办法接着他。我愧对政府啊，我愧对这一方百姓啊，是不是大成啊？是个屁！你们都盲目误人。局长啊，其实您也不用自责，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啊，那也是历史使然。这后套地区自古就蒙汉混居，人烟稀少，再加上赋税征收难，历届的行政长官啊，对其的态度呢都是自生自灭。只要他不闹事，其实也没人去管他。现在这个王土地成气候了，想管也难呐。我给他送匾，他是阳奉阴违。
我请他当顾问，推三阻四。哦，对，还说什么？这官和民呐，就是河两旁的两种庄稼，各搞各的。你说这叫什么话？总之，他现在就不想让我们官府插手，他想把后套变成他自己的世外桃源。可是大家别忘了，天下莫非王土啊！这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各位同仁呐，我们要想在后套有所斩获，就必须先了解对手。我跟你们说啊，我有个亲戚，他在后套，他对这个王土地非常了解。据他说，这个人从来不按常理出牌，所以跟他打交道，我们要多长个心眼儿。你马上去调查一下这个声明到底是怎么回事，越详细越好。好，我知道了。我跟大家通报一个事儿，我已经报请省府，请省主席批准在咱们后套设立垦务局分部。大家知道啊，在汉代后套就有五原县，所以呢咱们这个分部就叫垦务局五原分部，地址我都已经选好了。种子，种子，别管我！昨天爹为了你的事差点起疑了，你，种子，你算算把爹气死啊！爹，爹，爹，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种子，你小声点儿，没看见病着呢。病，爹，我看您身子骨没病，您是这儿有病了。你看本来就是这样嘛，本来这事儿我是拜托爹当炮头去给我压下来，没想到他没给我压，反而把我往火坑里推。怎么跟你爹说话的？这不是你啊，你瞅瞅，你瞅瞅，还没几个人知道的事，像他这么一登报，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现在保不齐啊，警察正往咱家路上来呢。二姐，去，给我找个绳子来，我吊死在他们跟前得了。我，你别胡说八道，越说越不像话了。娘，早晚都是一死，我死在你们跟前得了，省得我在大狱里让别人给打死了。我，嚷什么嚷？撞死人你还有理呢你？我告诉你啊，爹做的对，这种事想瞒得住你？你少管我的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哼，你巴不得让我下大狱，巴不得把这事给我捅出去是吧？好让你那个黄无量高兴，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我说呀，你这个人贱不贱呢？人家都有女人了，你还舔着个脸往上凑，我都替你丢人。你说什么娘？哎呀，不娘！别再惹事。娘。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全天下这么多人，我撞死谁不好啊？我非得撞死个老太太，还跟皇家有关系。我就知道，一跟皇家沾边的事儿，
我就得认倒霉。那个杨春妮啊，只要一哭一闹，我爹他就一点办法都没了，我这个当儿子就是死路一条。桂兰儿，他不是要绳子吗？找根绳来。爹，这根绳子我不是让你上吊的，你小子也没这个胆，我要把你捆起来亲自送给官府。娘，你听听，你听听，我爹他还真的。种子，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打你，我也不骂你，我打你我没那气力，我骂你就等于是骂我自己。老话说了，子不教，父之过。我真后悔呀，我当时心软，我为什么不把你捆起来送到官府去呀？我省得别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我省得后头的人看我的笑话啊！娘，你听听，你听听。行了，王种子，你给我听好了。正好你们这几个孩子都在，我也说说心里话。你们这三个孩子呢，要说我最心疼的，就是种子。没办法，他是咱们家唯一的一个带把的，我本指望着他能传宗接代。他爹叫王土地，我给他起个名字叫王种子。我希望这个地里长出来的是个好种子，我没想到的长出来是个孽种。古话说得好啊，穷养儿，富养女啊。你现在看看你这个样子啊，回回我带你下地，你次次打把阳伞呐、啊，就你那个脸金贵呀、啊，啊，就你怕晒黑呀、啊，你别忘了，你是个穷人的后代，你是个农民的儿子。要我说，出了这事也挺好，我要让你这个小子有一个教训，一个人。一个男人不受点苦难，不受点煎熬，你就成不了气候，你就成不了才。爹，你甭说那些大道理了，我都明白，反正说不大点去了，我不能蹲大狱，我要是蹲了大狱，我就找个墙头撞死，我让咱们家断后。接着给我往下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也不想听你说了，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什么都不想听了。我没你那身子骨好，我没你经过，我没你那本事，行了吧。当初我撞死人的时候，为什么说我爹是王土地啊？那是因为我信任你，哪知道你现在把我往火坑里推。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说别人是我爹呢。我爹，你说我们再说，不是说好了不打人吗？你，吴大爷，你来的正好，我爹他要打死我。徒弟，是咋回事吗？有话好好说。弟妹，我跟徒弟说点事徒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哎呀，吴局长啊，家门不幸啊，
们不行了。我都听说了，我这急急火火的赶来，就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还知道垦务局的那个鲁清贤吗？他又来后头。哎哎，我坐点。好了吗？好，好了，好，好了，好，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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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垦务局五原分部不容易啊。哈哈哈哈哈。我呀呀呀呀，你俩你俩咋来了呢？来看看。哎呦，慢点慢点。哎呀，你这拿的吃了？舅妈给你放了点饺子。哎呀，奶奶，我来，诸位，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舅。啊，好兄弟，好，我后套的呢。我是后套。爷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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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你还看了？那上头都写了个圣了。哎。你不知道我不识字吗？衙门，嗯，咱后头从今以后就有衙门了。衙门，我咋看这上头好些个字呢？哎呀，你糊弄我吧。嗯，这娘们她不识字，她识数。这老头子，随缘省。垦务局五原分部，这就是衙门。衙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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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了。徒弟，这个鲁清贤在五原设了垦务局分部。是，他在后套还设立了官府。没想到动作这么快吧？不成不想的牌子都挂上了，门口还有兵霸。带我看过去。徒弟，你等等，你现在心神不定的，不能误打误撞，咱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个鲁清贤到底想干什么。哎呀，我这个脑子呀乱套了，你帮我想想他到底要干什么。你看啊，自打程建章以来，隋远光都督就换了七个，这个个在后头要求无非有两点：限钱和限量。可是这次就不同了，都督换成了省主席，这要求跟着也就变。哎呀，主席也好，都督也罢，不就是一个称呼吗？有什么不一样？那区别大了。都督是当兵打仗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无非要的有限钱和限量。可是主席他就不同，他是舞文弄墨的，他需要在一个地方了扎根，长治久安。那你说这个主席？不要钱，不要粮，他要甚？要钱。我一个平头百姓有甚权？你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鲁清贤跟你抢的可是后套对土地的管辖权。是。他想抢我的地，门都没有。我这个地是怎么来的？我是流血流汗我交出来的哦。他说抢走就抢走啊，当年黄锦绣怎么样，有枪有炮的都督们怎么样，不都没抢走吗？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崽子想抢我的地，他要是对我好点，我可能给他点钱，我多给他点粮。他要是敢抢我的地，哼，我一分钱不给，一粒粮不交。徒弟冷静点，你别动气。我没法不生气，换了谁都得生气。我要让这个小崽子知道，我王土地不是个软柿子。你说一个金生水的外甥，怕他做甚来？徒弟啊，你不要把他当成金生水的外甥，他是省政府的官员，是局长。俗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嗯，你说的对。
你说的非常对，这后套之下也莫非王土，这个王就是我王土地的王。舅子，哎，这是公务场所，以后啊，没事儿别总来，哎，让人说闲话。我等了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天了，那还不许我高兴高兴了？哎呀，我来还是有事情了。啊，哎，知道不知道了？这王土地，这回可遇上大麻烦了。他儿子把人给撞死了。没想到，您平时还看报呢。那不看报咋知道天下事情了？啊，那不知道天下事情，那咋能帮你这个局长外甥出主意了？舅，在人前人后，嘴严实点儿，别让人觉得咱们垦务局冲着王土地来。哎呀，知道知道，他这不好。清闲呀，我告诉你啊，哎呀，这大蛇呀要大气。村，啊，这么多年了，我睁开眼，盯的就是这王土地；我闭上眼，琢磨的也是这个王土地。我知道这王土地呀，有两个他最看重，一个是地，那是他的名；再一个就是他儿子王种子，那是他的命根子，啊。你就把这俩弄好了，啊，抓住他，那不怕他不低头了。您到这儿来，就为这事儿啊？那这是个大事情了。是是是，啊，行了，我知道了，回去吧，啊。你找谁啊？我找黄无亮。姐。黄无亮在不在？他不在。黄无亮，黄无亮，他真的不在。他一大早就跟江小姐出去了。叫我刘三吧，要是没有以前黄堂主栽培，我哪里有今天？你的今天不是我爹给你的，是王土地给你的。刘公宗来了，快跑！哎，哎，哎，那个女的是您魏公门的媳妇儿吧？嗯。她在这儿干嘛呢？采访。采访？她一个城里姑娘。和这些土里刨食的农民有啥可聊的？那是他的工作，不耽误您了，您忙吧。啊，好好，少爷，有用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吩咐。那我就先告辞了。走。无亮啊，刚才那个人是谁啊？原先跟着我的父亲，现在跟着王土地，也成财主了。哼！哎，那他是不是挺霸道的呀？刚才那两个农民一开始说的好好的，见他一来，头也不回的就跑了。这些年我离开后套，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怎么样，采访的顺利吗？哎，从这几个农民的口中啊，还真没有一个人骂王土地。你想。我再也不想听到你说王土地三个字。哎，无亮，哎，刘公公，刘公公，这个城里的小丫头整天在这地头转悠，
啥事都瞎打听。他们碰到谁了？遇见比他种地的，就上前去打听。打听完了，还跟他本上记。他都问啥了？啥都问，不知道想干啥。你给我听好，赶紧派人到各家各户，告诉他们，要是再遇到这个小娘们，问啥都说不知道。明白。走走。吴亮，吴亮，你慢点，你等等我，你等等我，你怎么了？你是在生气吗？没什么。吴亮，我知道你打小就恨王土地，我也恨他，但是今天我在王土地很多努力，在他们心中，王土地就是神，而你不从，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口碑。神，难道神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杀人了吗？吴亮。受害者的亲属，从感情上说，我和你一样恨王土地。但是作为一名记者，我怎么需要你这个跟着我们采访的事实？事实是我的父亲在他的枪口下，你的母亲在他儿子的车轮下，而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吴亮，你冷静一点。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总编给了我一个很宏大的采访课题，我必须要写出一个真实的王土地，用事实说话，不偏不倚。我既不会忽视他的功绩，同样我也不会回避他的罪行。如果这篇文章真的完成了，那么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贡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这是对我母亲一个最好的纪念。那是叫害了啊！我求他，就是为了让他把这件事给我瞒下来。现在，全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我儿子开车撞死人了。他要是想害你，把这件事直接登出来不就？可是他登的是声明，也就是说你自己承认的这件事。你想想，这是不是藏着啥意思？事情越多人知道越好吗？这回满意了，这是我爹亲自登的声明，是登在报纸上的，现在全随园的人都知道了。咋了？不说话了？没话说了吧？王桂英，你登个报咋了？有啥了不起的？你们上回全家人出动，披麻戴孝在我们家门口，不就想让我们家难堪吗？现在你们气也出了，我们也登报承认了，我倒想问问你们还想怎么样？还想咋样？那你得问警察了，我们已经报了案了。黄无量，你非得要赶尽杀绝啊？种子是我弟弟，你难道一点情分都不讲吗？哪怕抛开种子的事儿，你觉得我们两家有情分可讲吗？你是桂英吧？我经常听无量提起你，而且我听说出事以后你是你们家第一个站出来承认这件事情的人，所以从这点也不难看出你很善良，所以我和吴亮很感激你。你和吴亮？你和吴亮？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说，少在我跟前把你们扯在一块儿。我告诉你，我打小就认定了他黄吴亮是我的男人。王桂英，你出门又没带脑子是吧？胡说八道的。谁胡说了？这事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就是不敢承认。要不这个女人刚死了娘，我早就对她不客气了。还有啊，你们在后头拉拉扯扯成什么样子？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给我闭嘴！越说越不像话了。王桂英，王桂英，你有时间去读点书，连最起码的尊重人都不会是吗？我告诉你，她就是我未来的媳妇儿，你少自作多情吗？把手给我松开！
你尊重过我吗？你们这个拉拉扯扯样子，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们在别的地方也就算了，我眼不见心不烦，可这是哪儿？这是后套，这是我的家。行，是你家，我们走。吴亮，哎呀，你听我说两句好不好？有什么好说的？你开个价吧，撞死的人要我们赔你多少钱？你拿了钱以后，赶快离开，别在我面前出现，否则的话，这后套的黄土触手可以瞒人。她就是个女土匪。政府的薪水，我管您要什么？我管您要什么？那都是违法啊！我得问问您，您想要什么？我好为您效犬马之劳。不用了，你不是给我送过匾了吗？接下来，是不是还得给我送钟呢？哎呦，送匾算什么？我觉得咱们呢，还是来点实惠的啊！您是劳苦功高啊，要什么都不过分。您只要提出来。我就向省府申请，你也该享享清福了。你这意思嘞？想设清福嘞？啊，我忘了跟您说了，省府已经正式批准咱们垦务局进驻后套地区，在后套成立垦务局五原分部，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全权管制辖内所有的水渠和田地。那么。今后维护水渠了，清理渠道了，就不用您和宫中多操心了。是，你再说一遍。垦务局五原分部将在后套代行所有的官府职能，这第一步就是收回辖内的所有水渠田地的管制权。你吃大蒜了吧？好大的口气呀！你知道你这样做要的是什么？我跟您说吧，我们这是要正式收回官府应有的权利啊。你要的是后套所有农民的命。哎呀，严重了，以后不要拿着什么命啊来吓唬人了，吓唬得了别人还能吓唬得了官府吗？你拿官府吓唬谁嘞？啊，官府咋的了？官府不也得看看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那我告诉您，自古都是官府让老百姓干什么老百姓就干什么，如果老百姓说干什么的就干什么，不是天下大乱了吗？您德高望重啊，我希望您能主动和我们垦务局配合工作。我不会跟你合作的，我只会反对。你给我记住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后套的每一条水渠，都凝聚着每个区工的心血，也就是说，水渠浇灌的每一片地，都刻着每一个农民的名字。你要是敢抢走，你得问问他们答应不答应。越说越严重。哦，对了，对，有一个事儿啊，我忘了跟您说了。冯东啊，
您看看这报纸，我知道丁公子是犯事儿了。您看，如果需要我帮忙，我愿享犬马之劳。嗯，我就知道你小子没别甚好屁来，你想拿这件事要挟我？不是乡里乡亲的，我是真心想帮您呐。果然不出我所料啊，确实有高人背后给你出招啊，招招打在我的后脑勺啊。不过我告诉你，我不怕，我不怕。